再来送我。做什么白日梦呢你？我的。乞丐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什么乱七八糟？怎么样了？伤重不重？没事，就划破点皮而已。这还没事，都流那么多血了。不行，我要去写封信给我爹，让他从长安请几个名医过来。你有病吧？现在是你有病。你现在去给你爹送信，信从这儿寄到长安，再从长安把名医请到这儿，一来一回我爸都笑了。你让名医看什么？啊？还笑话啊？人心之战，会指向哪个人？那你先吃点东西吧，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酒，早晨得吃点东西才行。不行，不能给我待着。你没病吧？是不是？拖车我拿走了。疼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萧瑾是命苦，夏叔也没个亲戚。你让我看看。哎，这还大街上呢。这有什么呀？这街上不是没有人吗？你让我看看。我没事儿，你让我看看。真没事儿。许愿的。谁许愿了？其实仔细想想，萧景明这个人也挺好的。我要是嫁给他以后，我就是王爷的嫂子。我看啊，谁还敢跟我胡说八道？千万不能嫁给他！你嫁给他，你不会幸福的。那你说我嫁给谁会幸福？这样吧，等这个礼章出来还活着的话，第一顿我请，算我一份。啊，我请就是你请，咱俩什么关系？还分你我？咱俩什么关系啊？咱俩行吧。吃完烧鸡就回房，洗澡水给你准备好了。吃完烧鸡就回房，你抢了我的酒，按照说说心里话，我必须打你的这事才算完。嗯，别跑，锦夜，过来一下。你别跑啊，我是黄花大少爷，你得负责任啊，明天去我家提亲。